吃了你吃大的。他如果从成功的话怎么办？就很开心。他如果失败了，我要怎么办？啊！失败也没有关系吧。我觉得算有吧，只是他这样子，有灰旋风跟白旋风，另一边能有什么差池吗？范轩家的是那个灰旋风，但是因为灰色，我不想要用色素调。那个第一怎么讲？第一刀你切歪了，后面很好我也没那么歪，我也没有两个都是歪头，没有，其实蛮可爱的啦。你看，他们有正一点，可爱死了耶！那个歪的其实歪蛮好，蛮可爱。对啊，是有点好笑，他脸怎么？